恭喜发财，大家好，我是司徒法清，我是 Vicky 师傅啊。今年属牛的朋友在兔年怎么样呢？属牛的朋友呢都不错，平安是福，记住第一件事不要暴饮暴食，如果就身体有问题了。今年呢有些小破财，破财都没要紧的，买些漂亮的东西给自己太太就破财了，起码都石南里啊，是不是？第二不要去白事的地方。好，記住了，那有沒有空星或者吉星呢？吉星來講有八座這些星，這些叫做好星的，對你有幫助，即是有很多東西會給機會你，會幫你，但是不好的星有披頭喪門吊客這些星，所以千萬就不要去一些白事的地方，稍微人家真的高興的地方，生日啊、結婚啊，忘記了你，你就走去都沒所謂。那愛情方面呢？有寡叔啊，非常之淡薄，在感情那方面比较单调了一点。今年如果拍多个朋友呢，拍拖算啦。好，知道啦。咁事业方面有冇起色啊？事业有名就无利喎，但是本身中国都好说话有名是前有利的，所以上来讲记得坚持自己的啦，随缘咁去做，发展事业有更加好的奇妙嘢出现添。健康方面需要注意啲咩啊，师傅？健康方面，如果远行出外旅行要小心啦，好容易啊，由揸车嘅朋友好容易有意外啦，咁小心啊啲手脚嘅问题啦。咁财运方面咧，应该向边个方向发展呢？财运嗰方面正宗大片唔错噶，投资科技啊呢一类嘢系比较更加之唔错嘅，都几顺利噶。咁如果嚟讲咧，向住北面嘅地方同埋东面嘅地方都系啱嘅。好，咁有冇好嘅月份或者要注意嘅地方呢？有几个月份咧，正月啦、五月啦、八月啦，同埋十月啲月份都系好嘅。九月嘅月份就要小心啲啦。咁师傅俾几个幸运号码我哋啊？二号同七号呢个靓嘅组合系佢嘅幸运号码嚟嘅。女仔中意嘅颜色咧最好用红色，男士系黄色咁就好啦。咁要佩戴啲咩啊？佩戴啲狗嘅饰物啦，喺屋企上嚟讲，或者佩戴啲咁嘅饰物，戴女仔戴颈链咁样得啦。咁啊，东南面嘅地方记住啦吓，咁啊长期咧放啲铜嘅制品喺度。知道啦。咁属牛嘅朋友要记住啦。